环保小卫士手淘宝，我们可以先写上它的标题，然后我们可以画上一个小朋友的形象。黄色和紫色涂上文本框的颜色，我们用红色和蓝色涂上文字的颜色，然后我们来给小朋友涂上颜色，给他涂上绿色的 T 恤和黄色的裤子。像这样，我们环保小卫士手淘宝就完成了。